贵为万兽之王的狮子竟然来到田野散步。在印度古吉拉特邦的农地，近日出现两只狮子，一只狮子悠闲散步，另一只狮子趴在地四处张望。旁边的农民离狮子只有几米距离，他淡定地低头玩手机，真是令人佩服他的勇气。有当地网民分享短片，一个男人在室内和狮子打成一片，就好像对待宠物猫狗一样。不少网民感到好奇，为什么狮子会出现在乡村农地呢？有专家分析，他们属于附近的印度吉尔国家公园。由于当地的印度狮数量已经超出负荷，所以先有部分狮子跑到人类的居住地。事实上，古吉拉特邦经常发生狮子袭击人类事件。今年10月，一个三岁男童在自己屋企农场玩，被一只凶猛狮子担走。警方发动大规模搜捕行动，最后只是找到他的头和断脚。不想沦为狮子的大餐，真的要和他们尽量保持距离了。